天我星啊，我应该叫扫把星啊，我一什么事都做不好，对不起，你原本可以一个人跑出去的，都是我。小心我再请你，氧气越来越少，情绪太激动的话，氧气会消耗得更快，知道吗？那我们重新来。啊！你怎么了？因为骨折血肿，后面什么痛，虽然我是并发骨轻，我是重患者。并发那么严重吗？可能不用这边氧气消耗完，就痛了昏过去。听我心，要是真的发生这种事情，你一定不可以放弃逃出去的机会，不要管我。不要，不要说这种话。这种话不是林云清会说的。不要跟我吵，只要还有一点点逃出去的机会，绝对不可以放弃。